林宇良弟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否愿意真心全心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进入的生命里面，一生敬拜他，侍奉他，跟随他，不离开他？会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林宇良受浸，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阿门。一、二、三。哈利路亚！全心全意、真心真意的接受耶稣进入生命里面，一生侍奉他、敬拜他，一生不离开他。对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罗矮灵受浸，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阿门。一、二、三，讲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弟兄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？全心全意、真心真意的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，一生一世敬拜他、侍奉他、跟随他，不离开他。我愿意。感谢主。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田俊济受浸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阿门。一、二、三。弟兄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否愿意全心全意、真心真意的接受耶稣进入生命里面，一生侍奉他、敬拜他，一生不离开他？是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高凯翔受浸，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阿门。一、二、三，讲。哎呀！姐妹，这个是。是啊，从今天开始。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在你生命里面，让他一生看顾你，你一生要敬拜他、侍奉他，一生要跟随他，不离开他，你愿意吗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高可心受浸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阿门。一、慢慢讲。一、二、三。你是否一生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，一生侍奉他、跟随他，一生不离开他，全心全意来敬拜他？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沈秀凤姐妹受浸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一、二、三，讲。好，主呀，欢迎弟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否愿意全心全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，一生侍奉他、敬拜他，一生跟随他，不离开他？愿意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高美迪弟兄受浸归入耶稣基督里面。阿门。阿门。二、三、讲。哈利路亚。